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克。王者荣耀中关羽是被大家公认比较难玩的一个英雄啊，然后维克也是玩了很久，也都玩不出什么花样来。然后今天有位网友他玩的是比较秀的，然后还专门投稿给我们，那我们今天来欣赏一下他的那个精彩操作啊。我们先来看他第一个操作啊，就是在草丛里面不停的旋转，不停的旋转，这种就是要把那个怒气值啊一直保持在冲锋状态下，还是要挺难的啊。那这时候对方刚才冲过来的一个大招冲上去，杀得对方措手不及，然后一个闪现跑了是吧，然后继续追击，一个一击呢跳斩就直接把对方给斩杀了。接着我们来看更精彩的地方，就这里啊，我们看到这边他们的一方是吧准备强攻了，然后对方后羿突然突出来，后羿还有带着复活甲是吧，然后关羽跳过去把他斩杀之后，然后再返回就是一刀是吧。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慢动作，刚刚复活出来的后羿马上就被这个关羽一刀推了啊。还有这里看嘞，冲过去一个一技能跳跃的在泉水把那个海水手就击杀，但是自己还不会被泉水击败，就是很秀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的操作也欢迎大家投稿给我们了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